干什么呢？我是甘家堡来的，有事情要拜见徐老英雄。什么事？有要事要当面禀告。好，请。亚楠，你怎么来了？快上亚楠拜见舅父。什么事？快说。表哥在我们家受了伤。啊？他怎么会受伤的？他。好，到里边谈。真是无价之宝，就是为了这把宝剑，亲王父子起了歹心，害死我父亲。亲王父子这种人，早晚要被人消灭的。他父子作恶多端，为了争权夺利，逼得我父亲逃出京师，全家隐居在华山。表哥，把它收藏好。嗯，一定是二姐请舅舅回来了，我们快去接她。好。献上来，不然我就赶尽杀绝，踩平你们甘家堡。你休要痴心妄想，料你也不敢违抗。留神点，看样子都是江湖上的好手。你们看看，这两位姑娘美不美？美，美极了，美极了。他手上那把就是紫光剑，快上去，谁先抢到就是谁的。好，走，是。别怕，快点。